请我们的代言人凯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对抗炎炎夏日的小秘密。好，一定要有一件秘密武器，就是我们马德马朵的灸凉棒，因为它有很厉害的弹性蕾丝。因为夏天的时候，有些女生会觉得穿内衣会觉得不舒服，没错。但是它的弹性蕾丝很透气、很轻、很薄，然后再加上 Winku 的鸟眼布，鸟眼布，对，它的内层也是很舒服的，而且它的有透气气孔，所以你风吹来就可以让你的身体觉得很凉快，就是直接透进肌肤这样的感觉吗？哇，很专业。刚讲到一个 Winku 鸟眼布哦，也是这次我们特别运用的材质。嗯，对，而且其实夏天好像大家都会穿比较薄，对不对？对，对、有些女生可能会怕穿，因为夏天的衣服比较薄，会看到内衣的痕迹。对，所以我们这边很贴心，是做无痕的，大家都不用担心。OK， 所以其实这一次呢，我们的春夏新品有刚刚我们的代言人帮我们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介绍，几个重点就是清透，对，凉爽，然后呢，无痕，而且又很集中。集中，对，因为这次我们那个立体剪裁的关系，所以让女生其实也可以展现出很漂亮的胸型。OK， 所以其实我告诉你哦，凯乐，刚刚你在出场之前，我们有邀请大家，先收看了你最新的一支广告，独家首播，谢谢，还有吗？